你要去接小猫咪了，希望它没有被人领走。哦，它拆给它，我宝贝少一只脚丫丫，唐三脚，是谢老师给起的名字。Tender and kind, built over time. This is my love. 小身条很拧着的。Steady and pure, patient and sure. This is my love for you. 地方可远了，开车要大概50分钟到70分钟，我们一来一回，基本上到下午。好辛苦。到了，像幼儿园似的。这儿的工作人员都特别可爱。这儿进哦，就是从这帘儿进吧。这儿吧，哎，这是。宝贝，宝贝。像个小豹子一样，你好呀 ，Hello， 哎呦，这个橙汁家，这花园干不过呀，哎呦，你好瘦啊，宝贝，还好小呀，哎呦，长得像个小老虎一样，它好可爱呀，嗯，真可爱，困了，还没睡醒，嗨，嘿嘿嘿嘿。十岁了，哎呦，宝贝，你都10岁了，看看这个，哎呦，有这个不稳，好漂亮，嗯，这个猫爬架，哦，他俩是多大？8个月，八个月，都八个月 ，female，这是姐俩。嗨，一般这种姐俩他都要一起领养，这是2岁了，哎，他也好漂亮啊，你看看他，你看这个和这个小灰猫，就是小蓝猫，这个好小啊，对啊，他都2岁了，体型都好小。哈喽，他耳朵好大呀，好竖啊。嗨，他不能被领养。不容易被领养，不能被领养，为什么？那个 I'm not available。可因那是可能因为已经领养出去了，就是还没有接走。嗨，你看那明明有那个沙盆，但是他都在旁边拉。你看，我天，好多。这个猫就不行。嗯。嗨。可以摸摸它。哎，小圆脸呀。对，就是这儿。是在这儿。那是这个，哦，更高级。里面都是小猫咪。哎呦喂呀！哦呦，这个小老虎。4个月。4个半月。嗨嗨。这种猫，咱养不了，就是特别有活力。这在屋里就上蹿下跳，你看看。你看看。哎呦，小橘仔。这是个小对眼儿。这个好可爱呀。他们都好可爱呀。哎，那摸。哎呦，被你挡住了。我刚刚洗了手了，手上有那个什么消毒液。哦，他好可爱呀。哦，他拆给他。我宝贝少一只脚丫丫，少一只手。我们可以养它吗？你看看呢？它只有3条腿。对呀、啊。但它上厕所呀什么应该都没有问题。它生下来就只有3只手指。其实我觉得它生活没什么问题。你看它这有一个前肢的那个骨头。嗯。这小猫咪就是每天你就只能在床上放着，就每天就给你趴着抱着。哎，它好可爱呀！
我们两个现在在这儿等着办手续，办了有一个钟头了吧？有好几个钟头了。咱们10:20到这儿的。10:20到这儿的，现在1:20。三个钟头。哦三只脚，三只脚，他的各种各样的文件，又是在你那儿了，开不了门，让我抱着他们。哎呀，唐三脚，这是。是我们的小猫咪，新的小猫咪，叫唐三角，是谢老师给起的名字。我们要回家了，宝贝，你咋这么乖呀、啊，宝贝？我们就要回家了，你家见到你姐姐了，我们瘦的哟。哎呦，这样戴着舒服是吧？不敢抱，看他去了也害怕，缩成一团儿，小小的一点点。我的宝贝，我们现在到家了，然后唐三角躲在这个里边，因为刚开始我们要把他跟妹妹隔开，所以把他分开了，然后我把他放在这个房间里面，给弄了猫砂盆，因为他没有左前腿嘛，就。应该是可以，他反正刚刚爬出来还挺自在的，吃了两口饭都给他准备好了，因为我这房子里东西太多，就是我也确实暂时没有更广阔的空间让他活动。哎呦小宝宝，让他躲一会儿吧。这就知道是自个的玩具了，聪明的小宝。去采购一些食材。哟，这个花，对，这个花也好，是很好看。这是什么树狗？这是马吧？西施，写的是西施，好可爱呀、啊，这个。他们已经1岁了，对，他们感觉挺胆小的样子，他长得很漂亮啊，你看，他睡得毫无防备，真是跟小宝宝呢。贝贝，哎呀，二零，哎呀，还有橘子。好的西红柿都已经卖到10块钱一公斤了，那个皇冠才多少钱？12.9块。16。lemon， 这个 lemon 也太大了吧，就小一点的 lemon。
都买的差不多了，这一颗西芹。就行。冰箱异常的空，然后去另外一箱。
超一百倍，能卖一千倍，这样他才会真的相信。明晚离婚。明晚的事情，给我一个钟头的约。家人有约。不是家人，是顾总。能不能再重新找一个？可是我已经实在是气愤于他了。那我还生了孩子呢，这有什么的？难不成东京城里的寡妇就得守一辈子寡？你也别老去，人家就嫌弃，万一人家呢？哎，就是喜欢你这种历经磨难的小王子呢。好快就亲人了呀，刚刚在那个柜子下面躲了一会儿，我刚手里捧着给他喂了点干粮，湿的他不想吃，他就吃了一把的样子。你看现在开始让我摸摸了，那个小身条是拧着的。哎呦宝贝，你可真可爱。我要把他和花卷隔开大概一周左右的样子，现在就在我这边，就是放衣服放鞋的这个房子给它隔出来一块地方。哎，来，出来出来，乖乖，你又要进去啊？又要躲进去啊？干嘛呢？这待着多好啊，宝贝。哦，要拿你的小玩具是吗？拿那黄鼠狼的。这就知道是自个儿的玩具了，真聪明的小宝贝。那个皮蛋，哎呦，要紧命了。这才半天就已经展现出来了他非常捣蛋的潜能，很皮，一个了不得了的宝贝，还敢进幼儿园呢，说明多狼啊。谢老师就很郁闷，因为他跟谢老师在一块待的时候就不吃东西，我身上可能散发着一种叫吃的信息。臭毛毛，嗯，乖，爱你。嗯，可急，听你急。你，
white cheeks are so hard to resist. And those red lips are longing for a kiss. Come along now and play. What a wonderful day. Christmas is almost here. Let's toast to a very good year. It's just you.宝贝，他最近好低呢。嗯，原来在这里。这有一个甜面吧？对，加糖的。它就是那种北欧的那种什么什么卷，加了肉桂和糖。凉拌菜可以吗？这样好吃。嗯，这样好吃。嗯，特别简单。
就，你舔尾巴呢？呀！Thank you.